日套衫係龍媽啦，你自己揀嘅，係啊，咁好講啊，因為少性感，唔係因為佢原先琴日佢 send 咗一件衫佢就。咁跟住咧啱喎，嗰件衫完全坐唔到，咁點算咧？我咪要企喺度睇咗。咁所以今朝早一早有其他嘢做，咁但係所以我要褪早我 schedule 七點鐘嘅起身，跟住就要去佢個 fitting room 嗰度揀衫。我依件你自己揀嘅，但係係啊，因為其實佢好多都好性感嘅喎。係啊，我已經揀咗件最唔性感嘅。你喺巴黎有冇啲咩艷遇啊？唔係，我哋冇艷遇，係因為你太童顏啦，喺度啲人當你未夠年齡啊。我都想喎，咁都好喎，冇啊冇啊。其實我都幾享受而家單身嘅生活，係啦，都幾好啊，有又有好錫我家人，又有好明白我嘅朋友。我又有我的事業，有我的財富，又有很多興趣。其實如果異地戀嗰啲，你 O 唔 O K？ 有冇試過咧？其實有人是第二度地方的人追咯，咁所以我就係覺得好難啊。